王哥今天你上古玩城干啥去了？干啥来了？王哥今天上古玩城啊，受一个粉丝的委托，给粉丝淘一对儿喜字罐，要求包老到带的。头两天啊，我上一个古玩店，看着一个老板的货架上有一排喜字罐，在那上面有清代的，有民国的，有全的。 全品相的，有残的，有带杆的，有不带杆的，哎，没有，带杆的有不带杆的，得挑啊，不好挑啊。但是粉丝交办的任务必须得完成啊，对不对？粉丝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前进的源泉和动力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唯有源头活水来。啊，话不多说，咱们进去看一看，能不能淘到啊？ 那个豆青那盘给我拿来看看，就这盘。这个。嗯。还跟他唠嗑呢，我还一天费劲功夫全兜里了。道光的。也没到这一走，非唠了一会儿嗑，走的。粉彩的花鸟小盘。 人家都没镇定呗，先给你唠一个哈。是啊，这小孩有什么毛病呢？口眼有个小口舌头，那你肯定后悔。这地儿，这地儿。你要是说能压住，过两年要是说的，这是道光本年的，唠就直接骂，这是曹溪款。压着死气了，那胳膊这老不老死气了，那不也不老少吗？这个。那都烫的。 这一排喜字罐，这老板还给我够呢。这几个喜字罐，你看，要单个看，他们都差不多少，一摆上之后，它那差别就出来了，要高的，要矮的，有胖的，有瘦的，就像人儿似的对比似的。 那盖儿它也不全一样，不一样，盖儿也不一样。你看这玩意儿，你就得慢慢对，慢慢挑，差不多少的。看看这一排喜字罐多壮观！嗯，这一排喜字罐多壮观！你这喜字罐上面有三喜的，还有两喜的是吧？没有，都三喜吧？都三喜呗？都三喜。 没有两喜的啊，没有，都三喜啊，都三喜的，嗯，一三喜临门呗，这不，一喜没见过这么多喜桌，看见，像站排列队似的，我得从中慢慢挑啊，隔好好的，中间这个。 嗯，对对对啊，中间隔着。对，我这搁什么隔离泡沫？对，中间对。好了，没有点事儿。这么隔着没事儿。 六个喜字罐，全部装箱啊！六喜临门，王虎。六个喜字罐，完美。六个喜字罐到家了，全是带盖的，全品的，完好无损。